还有闺女，这老爸什么事儿？哎，老爸，我昨天去看我妈了啊。啊，啊，我自己看，自己看。啊，闺女，哎，你说说是什么情况？嗯，我妈挺好的，就是跟以前有点不一样。不是她怎么不一样？你能不能说具体点儿？嗯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哦，她那个精神状况倒是挺好的，嗯，就是有点神神秘秘的。讲一些电话说的那个话吧，我都听不懂。还有就是穿衣服也特别奇怪，跟以前不一样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情况随时向你爸汇报。嗯，好吧，拜拜。这老娘们儿真得找个年轻的呀。找死了。吴老师，您说说您，我这刚想打扫卫生，这。 您说您还每次来都得在我们家喝水，您在自个儿家水都不喝，不像你，喝点水这么小气吗？哎，你忙你的去。啊，没事儿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陪您说会儿话呗，反正聊几句您就赶紧回去，我好干活。是我陪你。哎，小米结婚以后，都搬出去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很孤独的。哎。 我在楼上孤独的时候，我就吟诗啊。哎，吟诗啊，能够调节心态，能够啊去掉烦恼，而且呢，调节你的心态。我带了一本诗集，你来看看。啊啊，有几首很好啊，我都标记出来了，我给你找找啊。你看，听听啊。咳咳 那个小明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呢，我有一梦想，我想做演员。笑什么你？我给你们看一个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们说说正事儿了。你自己看你自己的。说完的，啊，你说。我呢，我有一个梦想。你闭嘴，收声。对不起，实在是你说你的梦想，我不打扰你。咱接着说啊，我呢，我有一个梦想。哎，你也别笑我，不是你，我没不你带的，你说没事没事。是这样啊，你呢，不是一直在娱乐圈混吗？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介绍点你的朋友，然后让我也进这圈子里？
我是真想当演员。虽然我是做娱记的，但是我这个圈里认识人特别少。不是你干这么多年，你一个朋友都没有啊？是我认识些，但他不是那么熟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。我有一朋友，我同事，他认识圈里挺多人，导演呐、副导演呐什么的，就专门找演员的那种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，1.9米大个，连鬓络腮胡子。别打岔，看书啊！你接着说，男的女的？女孩，我大学同学。哎呀，好看吗？漂亮，我同学还是漂亮。哎呀，好吧，那个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不是你要干嘛呀？我就说就是，不是有可能的话就能一箭双雕吗？省事儿。你这个同学最主要的特征你没给人家介绍，怎么了？是我这同学吧，他这就有时候有点290。290？对，290，就是他有的时候有点250，有的时候有点38，有的时候有点。这个，哎呀，那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再漂亮也不行。哎，那就热死我了，热吧热吧，金大夫，这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同事丁玲。我哥们儿特别特别好的一哥们儿，花猫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花猫。你好，丁玲。那个什么，坐坐。啊，坐这儿，我坐那儿啊。那个挺热的吧，天儿？来喝点饮料，冰镇的，我一口没动。真体贴，真体贴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啊，就是我这朋友花猫，他这个，他有一个梦想，他特别热爱表演。虽然他长得跟这个偶像演员不靠边，但是他绝对有这个实力演员的潜质。对对，有。他特别想当演员。演员。你身边认识那些导演啊，什么副导演，就介绍介绍，给他找个角色什么的。哎，就别找那种演死尸那种有台词儿的那种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死尸也没问题，刚入行嘛，一步一步来。啊，你不介意？不介意不介意不介意。那也行，你看看。你为什么叫花猫啊？我为什么叫花猫？我为什么叫花猫？别看他叫花猫，一点都不花。是，见着女孩就紧张，自打上学就这样，对，手抖，是抖，然后就是出汗，出汗，眼皮直跳，浑身哆嗦，坐立不安。你看还这样，尤其是见着漂亮女孩，是没变。演怎么样？演怎么样？实力派，实力派啊，是吧？这样吧，要不然你们就互留个电话，就别在中间传话了，留个号啊。行行，你留个电话。说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写。你给开一下锁。没事儿，介绍。你存一下。